过誉。我有跟他们集合一下，然后跟他们说，就是打好打不好就其次嘛，你至少把应该有的态度表现出来，那坚持到最后，那最后是有一支好的结果，那可以逆转，对球队也是一个帮助啦。对啊，那希望明天有更好的一个氛围，可以去迎接明天的比赛。反而会觉得应该前面要再打出来才对，而不是都会打在最后面的时候。如果前面都能打出来，就不会赢得那么辛苦。你在场上，你每一个打击都是会想要得点圈，你会想要把队友打回来。如果没有人，你会想要上垒。那第九局这个呛死就是真的有把握住，有延续球队的攻势嘛。后面只好学长就补了这一支全垒打，对啊，我们就赢了这一场比赛。如果出去了，那就大家都希望嘛。那二三垒，我想简单一点，就是他们都趋前，那只要碰到球，我们就会有机会先追平，穿越我们就会有机会逆转。赛季是漫长的啦，你会遇到很多你想不到的状况。那你要怎么在遇到这些瓶颈的时候，怎么去调整自己也好，帮大家一起鼓励啊？这种也是赛季间一定会碰到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是努力的去突破它。那今天有好的结果，那当然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的。给自己的压力会比较大，我相信我跟学长自己压力也是很大，因为球队在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跳出来？所以就是我刚讲的，我没有任何的心思可以在我刚打的怎么样，我刚打怎么样，我必须要怎么样去帮助学弟们，鼓励学弟们打出，让他们觉得学长都做得到，你们也要跟上。多讲没有用，只能用做的。